迷香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主电必新疆连锁提供的节目，连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到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主电必新疆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我关心的道亲，咱给空我感恩。现场开放，开放一串电话啦吼，5966449吼，咱这个电话咱拢会当来利用。今日呢，头对圣歌呢吼，咱要来个安排啦吼，即对咱讲感恩啦吼，感恩为什么要感恩？因为呢，咱母娘呢明仔吼，咱就开始伫要做即个祝寿大典，虽然是7月18啦吼，但是12咧三老母吼，啊15就是咱的吼，咱讲上元吼，咱的地官大帝。哦，咱讲三官大帝、地官大帝、万寿无疆，还有真济神圣，然后拢是咧吼啊，咱讲祝寿，所以咱来用祝寿吼祝寿歌，然后来安排这块祝寿歌，安排听看卖。这个人间呐，吼，都是有一个日子，吼下来的，符合着咱的四条，符合着咱的天干，符合着咱的地支，然后啊，五行四条，喏，拢总是吼啊，咱在算命啦，做一个根基，然后啊，什么时阵生了，什么款的个性啦，吼，啊，这个个性呢，吼。哦，啊是爸母生成的，或者是讲吼，唔是爸母生成的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这就是咱家己的四条内底，哦，有诶，吼、哦，要讲起来讲，就是从先天到后天啦，吼、哦，从累世累代所有的因果业力会造就一个人，吼、哦，他什么样的脾气啦，什么款的个性啦，吼、哦，什么款的迄种兴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伊的吼。哦
咱讲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有能力。哦，当然这不是讲吼，干那爸母赐予伊的尔吼，他的能力也许是由先天传承吼，从到后天吼，几啊朝代几啊朝代，经过这么侪这么侪磨练甲洗礼吼，这个人呢存在着伊的吼存在价值，吼咱人呢吼这个存在价值就是啥？人品啦吼，存在价值就是做人要有信用，吼存在这个人间的价值。就是你的正能量，还有你的思维，啊，还有你的方向、方针，你的头壳空巧，拢比别人较精工，比别人较聪明，然后，安尼你的人生呢，过了一定安那很愉悦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是通透、通天，吼、哦，咱知做人基本的道理，然后，所以呢，为什么甲恁道清讲呢？吼，就是讲。做一个身心愉悦的人，生命中来来去去啦，老了还是啥，还是不是原来？吼、哦，咱讲讲生命中，吼、哦，有时丢，有时捡，然后出呢，吼、哦，嘛无讲介重要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在咱的人生中呢，吼、哦，咱讲人有进有退，保存呢也是吼、哦、最初的初心，然后不管讲人期待上过头济。确实，咱常常咧吼，唔忙，常常咧失望啦吼，总是有足侪梦想，但是常常有讲吼，啊，那就目的地要搞，目标地要搞，啊，他为什么吼，我那会去予咱落空？那总是吼、哦，要让你期待，又被怕伤害吼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啊，无可奈何咧吼，总是有足侪、足侪、足侪言语啦，我都甲人讲啦吼，总是想要啊，唔知当吼，像即马呢吼，压力来来的时阵讲吼，逃离这个人世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们跑到山上去，应该会比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走来山顶避咧，家己一个人生活会孤单，但是呢吼，你想要干嘛就可以吼。哦随心所欲啊，唔免互人甲咱管，唔免互人甲咱束缚啊。这就是讲吼，我们总是吼想要逃离，然后总是怕被吼、哦、被人吼，咱讲哦，咱讲圈判，然后过来框架哦，希望啊想多啊，但是嘛容易失望，然后计较的搁较多，咱就容易疲惫。因咱的心未清，然后咱就感觉咱足忝的，足忝的，足忝的，然后。啊，努力工作，认真的生活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要哪做一个吼，会当泰然成事啊，大家个笑眯眯的人吼、哦，咱讲无想要有绝望，但是哦，咱嘛是希望吼，帮助吼、哦，咱讲提携啦吼，想心怀感恩，乐观向上，你必须要怎样？必须要有这样的思维啦吼，咱讲强求不属于咱个啦，功劳渐行渐远啦吼，强追赶袂到吼，咱讲强追赶不上，我们总是在为难自己啦吼，啊做袂到，啊你干呐硬要用硬要追求啦吼，啊个咱唔看开，啊个唔放落来吼，啊个想袂通，啊个袂快乐，因为咱迷失了心。找不到方向，我们遗忘了最初的梦想。听到没？哦啊，人会变啊，三分情，七分骗啊！吼，唉，人讲地老天荒，只不过是从来没见过的神话。吼、哦，生命当中呢，有偌济，有偌济，真正属于咱个。吼、哦，咱道亲呢，咱定讲该行的弯绕未掉啦。吼、哦，该袂记哩，你定要甲记哩嘛，无属于啦吼。伫、哦、你的头壳内底，它也不会实现啦吼、哦。所以我们的谁也带不走啦吼、哦，那是一定的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要来讲啊，世局乱苍苍吼，乱苍苍吼，啊，战争啊，战争吼、哦，啊，咱要甲看国破家亡呢，迄囡仔安尼吼，流离失所，老爸老母唔知走倒去，有时阵呢吼，啊，变成一个吼。哦啊，咱讲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国度，已经吼成为一个吼啊，咱定咧讲吼，这个国家都唔是咱的国家，咱即马走逃难来到别的地方，咱就吼敢那唔是吼足自在，啊，你佫哦你有法度生存呐、啊，
哦，我们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国土，想念自己的家邦。哦，所以母牛呢，吼、哦，这几天我看，我去你二楼，我拢甲看母牛的心情无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吼、哦，咱人看未开，搁一项就是啥，你知无？瘟疫逼在边啊，安尼。吼、哦，逼掉了呀！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变种的，佮一直变种的吼，互、哦、咱呢都无法度招架得住啊！吼、哦，生命要把它巩固，都有困难呐、啊。他要佮有时间做战争，要佮有时间咧争取这个国土。伊讲人呐唔改就对，啊，唔能讲上天，吼、哦，真正拢吼啊，闭目不管，不是哦，是我们的人类太贪婪，吼、哦、啊，你佮想。咱时间是愈过愈少呢，一世人真正足短呢。吼、哦，有偌济人讲啊，行一个讲啊，安尼一世人搞啊。吼、哦，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曾经而已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多少吼、哦、一辈子的朋友？吼、哦、啊，咱呢吼、哦、有一天看到，哎，过几天啊讲啊，迄、那个人哦无看到啊，为什么？因咱即嘛有足济吼少年人，吼、哦、唔知是食食的问题啊，是安怎？哦，胸有吐死，心肌梗塞，我非常多呢。我明明约好讲明仔载要见面咯、哦，但是吼、哦，醒来我煞是天过一方，吼、哦，他唔是伊甲咱讲的，吼、哦，煞无实现。所以咱讲吼，过较好缘分呐，吼、哦，那也经不起敷衍，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呀、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咱今嘛吼。诶、欸，每一个人都不是戆人啦。咱即马讲看无吗？看有啊。这个世界你看无吗？看有啊。生死在一线之间呢，每天我们都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吼、哦，咱常咧，逐天都咧看电视的数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算是诶，足平静啊，吼、哦，还算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，非常有纪律的。哦，人类的控管没有失控。大家要搁知影讲吼，出门爱挂口罩。大家要搁知影讲吼，啊，做要还有一个距离。你像吼、哦啊，我感动啊，就是感动讲吼，咱个孙阿姐吼，等来报名，伊来就讲啊，无要紧吼，我报报咧吼，啊，我拜拜咧吼，啊，咱就好离开啊吼，因为吼、哦，咱最主要就是讲，大家拢惊群聚啊，但是大家拢是咧顾安全，吼、哦。他也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呐、啊，因为伊嘛要甲母牛斗顾呢。为什么？伊讲吼，咱慈天必生公，咱的道亲，每一个拢总爱平安。我讲世界吼，一旦拢平安是上该好啦吼。伊讲咱无法度管甲世界，咱有法度管咱家己诶台湾本土甲管理也好，迄世界咱无在了管呢吼。咱只是一个心愿甲心念，讲世界拢会当和平，吼，世界拢卖。吼、哦，有只吼、哦、风台啦吼、哦、水劫啦吼，也、哦、是讲吼、哦、地水火风啦吼、哦，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心态。但是伊讲啊，咱都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咱都无法度顾甲遐宽，咱上无啦，从这块地吼小小的台湾宝岛，吼上无甲顾看，吼会安尼啊，卖无法度讲冷却阵上无啦。吼、哦，卖吼，佮碳遐，吼、哦，咱讲变种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着疫苗打落去啊，打一剂啊，打两剂啊，还有问题啊，出事，那你看，咱即马逐工在过什么日子？淡看世间事啊，吼、哦，好好的感受生活的乐，因为瞬间即逝啊，吼、哦，即马真正是生命，敢那是空中的垃圾，你知无？那空中的垃圾，吼、哦。好好的体会生命的每一天，因为只有今生，很难衔接到来世啊！吼，因为咱来世安怎咱唔知影，咱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，珍惜每一个人爱你，甲你爱伊的人啦！吼，好好相处，吼，淡看世间事，修得平常心，然后，啊，这很重要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吼，啊，咱。来听一段歌，然后再过来跟咱的道亲来开讲，然后他都要接受吼。阿兰姐嘛，没想没个安排一段无尽的感恩了。为什么要无尽的感恩？这次怕破吼、哦，可能是也很多吼、哦、啊，没有做，咱讲无做的这个吼工程嘛真济吼啊，所以说这一次的。啊，这一次咱的华会哈，怕破
往年的债，然后拍破往年的债，正数超过啊吼，所以咱连咪都得要停止报名，未使阁报啊吼，所以直接甲恁讲一下吼，要报要赶紧咯吼，因为咱已经就超越以前啦吼，啊，慈天必胜宫哦的正数，今年阁愈济，可能是停班的嘛足济啦吼，啊咱无停班啊，但是咱爱甲规矩做啊好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要播送这一块无尽的感恩、感谢吼、哦、啊，人家说我同道扶持哦，人家斗亲啊、国强等一下弟姊妹，然后啊，真的非常感恩然后。感恩的师兄师姐，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大家的扶持啊！哈。智者，吼、哦，智者，智者就是聪明的人吼，有智慧的人叫智者吼。哎，讲人伫个世间，啥物上歹控制啦吼、哦？咱讲智者就笑来就讲啊，讲人上歹控制就是咱家己的心嘛吼、哦，咱家己的心。人活咧一世吼、哦，修心一生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人活一世修心。爱一世人拢爱修啦，吼、哦！在咱这个朴素的世界内底，上难得的，就是修炼好咱家己的心境啦，吼、哦！讲不随心转境，由心生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决定咱人生状态好甲歹，唔是咱的具欲见故，而是心境啦，吼、哦！哦，这有理啦吼。啊，咱讲这世人呢吼，难免会拄到各种呢吼，咱讲哭哭吼，咱讲屈屈不平的吼。无论身处在哪个境地吼，丧失对生活的勇气，还是你有遇到难处吼，还是越是要修行。像那讲越是要修行，啊，这就是啥？我顶下咧讲买孙，买孙唔是无原因啦吼，买孙当然就是一些障碍。有障碍，障碍是啥？在咱智慧内底面，吼、哦，也许我们还没有想象到说，为什么会，吼、哦，咱讲业障、业力的障碍，吼、哦，障蔽你的心源了后，你就让你家己看不清楚，对甲唔对，
哦、所以有的人吼、哦，有的人讲做捷径，然后做捷径讲，哦，我今嘛吼要来参加什么，参加什么，吼、哦，唔免流汗都有钱人赚，吼、哦，这就叫做捷径。菜根谭内底有一句话啊，讲众人与顺境为乐，而君子之乐自逆境中来。有捌行过、下过、下过家己的逆境，你就知影讲吼，你今嘛才真正吼、哦，你捌。哦，啊，咱唔捌经过代志，无经验的代志，你讲你捌吗？吼、哦，唔捌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要经过磨练，要经过失败，要经过所有人生的低谷，你才真正内心才是真正的强大，你知？吼、哦，才是真正内心的强大的人。吼、哦，会当伫最低的境界里修出最高的境界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着人。唔惊艰苦，唔惊困难，人间呢吼，无咧足单纯的快乐啦，吼、哦，快乐总是杂杂着，吼、哦，咱讲夹杂着烦恼甲忧虑，吼、哦，只是有个人讲哦，苦中作乐啦，吼、哦，苦中作乐，人间也不会永远的坦诚，无一个人拢行的路拢是平，然后伫这个偶然的顺境之中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总会呢，吼、哦，伴随着吼，咱讲跌跌，吼、哦，撞撞，然后啊，咱讲。咱在破坏这个环境，吼、哦，不如改变咱的心境。有时咱常在讲吼，咱在挨挨作的时阵讲，哦，安怎，你也甲想到吼，看到世界新闻，你也看到每一个国家所有去拄到的惨状，吼、哦，只爱吼伫大自然反扑了后，也过这个吼啊、咱讲这个吼。哦肺炎，然后即瘟疫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所在咧跳迄个数字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原来吼、哦，咱过去生过去世，一定是做足大功德，啊，无就福报足大，啊，无奈来出世伫蓬莱仙岛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蓬莱仙岛，吼、哦，和咱呢，咱讲四十年厝的、三十几年厝的遐，咱也无经过着战争的这段，咱拢是过太平的日子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像我四十年厝的，哦，咱。鬼，咱无去看到这吼，所有足大足大的灾难，总是挺过去的吼。咱遇到了921大地震，遇到了88风灾，遇到了现在吼啊、一些问题吼，过来就是像咱讲无政治的战争了吼，啊，甲人别人用迄种吼吼恐吓恐吓的那种心吼来对待咱台湾，我是感觉吼，躺着生活。吼、哦，咱讲倘若了哈，倘若我们的生活是在黑暗面，然、哦、后你也要把自己变成哈、哦、啊一道光。为什么？倘若自己就把自己哈、哦要先把它哈、哦、心态管理好，啊，无你也想，咱家己也感觉足幸福。有只口开有款，虽然是哈，哎呀，嗰是挂口罩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挂口罩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个安尼吼，咱讲和缓的呼吸啦吼，像阮即嘛吼，啊在上经啦吼，在上经，啥物爱上经？因为咱要做的是做世界和平的工作，要做这吼降低瘟疫的工作，要做这工作，可以干免做，爱做啊，吼啊可以爱做上艰难的，就这读书吼，因呢爱挂个口罩诵经呢。吼、哦，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呢。吼、哦，咱平常时挂咧无讲话，你就感觉喘气有困难啊，佮阿要佮看诊，阿要佮上经，真的是，吼、哦、啊，因嘛是真用心呢。吼、哦，真用心，希望安怎，希望从课上的经音会当精通三界，吼、哦，会当呢吼，或者所有无形法界，尤其是咱即嘛是慈悲月啦、慈悲业吼、哦，啊，或者无形众生听得到经音啦，听得到经声，吼、哦，听得到道祖的呼唤、母娘的召唤，吼、哦，啊，召唤纳书，和大家。哦，这条这些灵性弄当哦，会当离苦得乐。我们是要这样想，才要去做。啊，才要去，吼、哦，去做这些科仪。要那无，讲一句上简单的讲，啊，利用机会，人都讲未使，未使好，咱就甲停起来，咱就卖甲做，就未使安尼。我们是，吼、哦，徛伫吼台湾省的中央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婚姻观这个中央，吼、哦，甲咱这个中央山脉，咱讲玉山对角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昆仑。中央呢，吼，是咱母娘五庙伫这个所在。咱讲依靠母娘的愿力，吼、哦，要做的这工课，
真的不可以马虎，也不可以缩减，然后只能把它做好而已，然后所以说吼，山有山的高度，水有水的深度，吼，没得攀比啦，吼，风有风的自由，云有云的温柔，没有办法去模仿啊，吼，你认为，吼，咱底下讲快乐要从哪里去寻找？你要怎么做才是人生算是值得了，吼？你要去守护幸福，还是你要去珍惜？吼，咱人吼。不要去猜测别人怎么过生活，你自己要自在，然后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也不要太盲目的去追求一些追不到的东西，尤其是感情，然后现在现在一些孩子那感情书啦不太好势，然后人家没感情书不太好势，真实最朴实的自己，依心而行，无憾于今生。为什么我底下讲吼，母娘派我这个吼团领兵啊，这个工课吼，也是让我吼，很多很多的吼体会啦吼。因为逐工拢想，一直想讲，我坐咧电台遮吼，我唔知要讲啥互恁听。我有时啊拢会甲公安讲咧，讲公安我词穷了呢。伊讲袂啦袂啦，我看你大概坐落就拢会讲啊，你坐落干哪的，一直讲啊，吼。我讲哦，我讲25单哦，真的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，哦，拿什么文章呢？好，拿什么心里面的一些吼问题？伊讲啊，你得看时事，你得样讲啊。好，哎呀，生活是一杯白开水呢吼。人这世人乐观，吼，你如果说你现在喝的是白开水，你觉得没有甜，那你乐观一点嘛，加一点糖，加一点蜜，然后，那悲观的人要怎么样？加盐吗？啊，别加醋，也不要加盐，也不要加醋啦，吼。有些事实在是办不到啦，吼。就算啦，吼，算了算了，办不到就算了，吼。别总是勉强自己，凡事顺其哦，未使顺其自然叫烂啦，未使，吼，是一定爱有所改变，然后，那讲，哎，总没办法强求，去留。吼、哦，咱两个没办法强求去了，就是咧讲，啊，这个人他身体勇勇勇勇无诶，你说你有办法去强求他的去了吗？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咱无法度啦吼。讲、哦、人啊，这世人吼，赚未完，赚未完，吼、哦，咱讲做未完，吼、哦，会空亏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讲啊，钱有啊，你若有拄到你好运，拄到吼，啊，你有机会，所以钱嘛赚未完，吼、哦，但是空亏嘛做未完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嘛是有听未完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好好拜拜啦，总是伫咱的心境内底，你要自己去拿呢，然后，是美丽还是不美丽，你要自己维持啊，维系啊，吼、哦，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心情，然后活的就是心情。有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看透的眼光，而是宽广的胸怀，然后，哎呀，真的吼。哦哎、欸，咱哦，还是感恩母娘啦吼，好啊，有这个机会啊，坐伫这个吼，收音机声这个吼，啊，咱讲广播电台吼，面对着这支麦克吼，讲出来的话就是爱安怎吼，讲出来话就收未倒转来，就敢那水破落地歹收回同款，吼啊，咱有一位吼。乡长啦吼，啊甲议员啦吼，吼咱高雄诶吼，伊就讲我们相识者，有时啊你讲话足冲诶哦，我讲迄较早少年啦，较少会20多年前讲诶吼，伊讲我迄有影真冲哦，啊你即马咧讲哦，哦有较流吼，啊吼，咱讲四面八方吼，比较能够关照。较袂像以前讲直截了当就甲冲，吼、哦，安尼嘛爱感恩啦，咱中华吼，啊，咱乡长娘啊，乡长妈妈啦吼，啊，咱阿祖阿姐吼，真的非常感恩啦。你对梅香呢，讲甲吼，甲信众吼，甲梅香吼，讲甲伤好去啊吼。你讲哦，梅香师姐，你去找伊都无唔对吼、哦，真的非常感恩啦吼。啊，那红烛啊，这哈，谢谢你啦！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啦，吼，也真的很感恩啦，吼，咱讲有缘带来做伙，拢是咧做母女的工课，我相信。
母娘是慈悲的哈。来，咱即马来听这个，我最爱听这个《母牛慈悲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那种呼喊力量让我很感动，然后母娘慈悲，然后。为什么会把母娘呼喊的这个力道、哦、让她听到完，会让我们非常感动，然后感动。
彩云渺渺出瑶池，水驾昆仑任梭织。莲州菩提定妙果，永成舍利率禅师。莲台座上花千蕊，甘露班中柳一枝。自在自在观自在，菩心度尽众生痴。这母娘呢，吼，跟咱的普陀诸行菩萨，它是一致的，吼。为啥讲普陀诸行菩萨？吼，咱讲上金阶啦，请母下瑶台，吼。咱的诸行菩萨呢，讲母娘若无落来，吼，啊，咱这灵啊囝，吼，啊，较软正的吼，需要母娘你的疼惜。吼，较早讲王爷祭的时阵吼，王爷崩的时阵吼，王爷这世啦，屈腰伏下吼，这吼这煞消灾。但咱即卖灵源经济呢吼，啊，拄着吼，咱讲诶灵吼需要依靠的时阵，也是着爱母娘来烧烧咧吼。所以五庙会当坐回下降，甲咱的普渡诸行。哦，慈航菩萨就是圆通自在天尊，然后有足大足大的关系，然后所以母娘来跟咱讲吼，即马三期呢，吼为着要甲修因这灵性，度尽这困难呐，吼即马这个世道啦，吼咱讲万古一千呐，人心含业啦，吼就是多失心定，轮回啊轮回啦，苦难吼咱讲惨甜呐。人人皆有吼自性佛性，吼无倒一个讲未当回天，所以讲，敢有讲倒一个拢无聪明吼，无起靠讲无一点啊聪明智慧呢？吼，咱爱知影讲人心既然现吼逆在这个人世间，然后咱就是失了咱家己的心定，咱知影性命修养周全呢，吼率足定慧解脱为身呐。所以讲，由彩女来传经，诸行来念经呐，吼，诸行普渡，吼，那就是讲慈航菩萨，吼，速管，吼，吼，就是咧讲新人好命，伊速者就是要予咱看，吼，速者经管就是要予咱看，吼，啊，既然就是要予咱看，咱也要去读，吼，也要去演，吼，啥物叫做演化？所以咱定讲吼。大道空转，吼、哦，谁那讲吼？母娘在讲，万灵在讲道，万灵就赶赶紧紧特别来听。伊讲无数经典呢，吼、哦，总是吼、哦、要来唤醒所有千千万万，吼、哦，即所有的困境众生啊，分判阴阳五行六合，伊拢甲你讲甲足好势。所以甲伊讲吼，富贵不淫只可用呢，色相皆空心不离，贫穷相乐。道空真，吼讲道空真，吼书地周石以宏道，一世英明尽渺茫啊！心万未道，灾何灭？心清净道，福无疆。无言功德应道积，不恼精神念有方啊！修己度人堪作欢，济贫克困好心中。人心团结力坚强，既然入世，人心得。孝道周全，众所钦；四海含归各运昌，归真仁理自悲愿，瞻灵度真体天心呐。上报四重阴符庙，下济三道苦沉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做超度，就是讲超生应作修音字，门牌公要有佳音，刚祥伦理兼威德，流传万世至依今。此志奉行无懈怠啦，就是为人之保险。伊咧甲咱讲五伦，五常就是五伦，五常伦理，你若有遵照，人都定这个道基啦吼。善观布施，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博爱的心，超凡入圣，无伊讲无迄个无做未到的啦。伊甲咱讲行人礼义，因公爱节。地道精神，吼、哦，爱维持。知影讲学善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学道。这个道是由啥？由人心主宰心，由心去作起的。过来就是啥？孝道第一，
所以人讲必先孝为先啊，这个孝道为依啊吼。人讲万民天性，修己我清净自性，性不移，性命相修，性不怒，参贤五道正当时。就即马这个时阵啊吼，所以母娘甲咱讲，造化消长，天堂有路，地狱无门啦。吼，为修为我啊，这就是要甲咱教化咱讲，人伫这个劫，吼劫已经来啊。吼、哦，伊甲咱讲，一旦无常，万象皆空，何谈名利？身外之物啊，难得长随。所以即马就爱认理归真的时阵啦，吼、哦，爱归真啊，过来就是讲爱发挥咱的神性啦，吼、哦。按即马吼，电视咧较播，就是咧播啥物较好食啦，牛肉几分熟的安怎烘啦，吼、哦，牛脆鸡是安怎食较好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间啦，吼、哦？即马这个遮艰难的，这个吼、哦，世态吼、哦，已经是安尼啊，咱拢伫播迄个讲哦，牛脂用烘的吼，菜阁好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牛肉几分熟的吼、哦，啊，就啥物款的牛肉上好食，我们还是一直都在广告。好吃的东西拢甲精神有关系就对啦，拢甲心灵有关系，拢无甲咱的囡仔讲调整一下，舒适不可以吗？吼、哦，为什么一定要？所以讲劫由心造嘛，你讲叫这心情要安怎甲咱解围啦？咱拢还阁是贪恋奢华呢，吼、哦，业障是咱家己做的哦，咱还阁是安尼，啊，咱即马沉沦就较难脱，吼、哦，难脱这个业劫的劫数。哦，这个劫数来呀，要变哪保身，所以也跟你讲，金雕那对了，难在为人，这是咱不是母娘在给咱下呀。咱即马吼，劫数拢在咱的边呀呢，危机啦在咱的边呀。达工呢，咱拢有去看到，不是无呢。吼、哦，咱应有神功呢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那如果讲吼、哦。我那个看吼，当时在报纸较济啦吼，有时候我看一下，我就把它切掉。为什么？人生还是都还没有什么真正好的善知识吼，真的要讲给大家听的善知识吼。阿娘讲吼，既然是安尼啊吼，母娘要甲范家玲啊囝，玲心要甲范下倒转来吼，心中的智慧都拢唔知为对去啊。咱人拢去有这精言，把咱的志气乱了了啊吼。过来就是啥，因物因财呢？吼、哦，依迷心。啊，你甲想，咱哪有法度甲这少年人未来少年人呢？吼、哦，有法度去甲教育，也没办法去教育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阁安尼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地球咧排下阁较紧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牛金换车，吼、哦，咱这所有的吼卖力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唔通沉迷啦，啊，唔通要阁得。困也未精神，梦也未醒啦。伊甲伊讲苦海茫茫何处是呢？吼、哦，迷途渺渺，吼、哦，世事匆匆，已经变更甲安尼啊，生死关门，会当脱未当脱都唔知。安尼啊，讲干那拢在想，吼、哦，要享受想食，沦为路上，吼、哦，啥物时阵劫尾有法度平？平顺啦吼，啥物时阵会当予咱呢吼？搁再搁找回以前的吼啊，大自然的自然吼啊，生活的自然吼。你啊看，生活若袂自然啦吼，行到对了，你行我行你啊，行行行，这种个叫做生活吗？不是啊吼。过来就是讲，都爱挂一个嘴安啦，去到倒个拢爱挂一个嘴安，安尼嘛是吼，咱讲。安尼这种的生活，你嘛袂感觉自在啦吼。所以讲生死关门伫咱这边头前，轮回路上，你嘛唔知道到底你是有法度劈灾啊，无法度劈灾，我都劈啊难啊，无法度劈难，我们都还没有算，还阁无一个打算，啊嘛无一个讲敢倒一个敢等人看保证我袂安怎啦吼。所以吼，母娘会哭了，就讲。未起风铃困一场，再三唤醒降灵离啦。伊讲修道修身切莫迟，牛意梦里上驾梦啊，灵光连照反摇迟呀。讲人生短暂是浮游，切莫沉迷落未休。照假修真应及早，归回无极愿堪修。出迷入悟。
好神秀啦。呀，这就是咱母娘要甲咱讲的话啦吼。啊，咱若是如果讲还阁无要相信吼母娘的话，我们还是听不进去，那安尼嘛无法度啦吼。所以讲母娘要甲咱讲的话，讲天经故故犯袂离，早觉。五娘莫在敌，抗逆世人应请我，福行信修福定随啊！由来祸福本无门，善者光明，恶者昏，不及天经金刚石，大开普陀经，哎呀，经灵源呐，灵源。就是咱本身母娘在甲咱讲的灵源啦吼，精致幻彩元灵，身心要感应啦，德业要流行吼，皈依弘妙，灵性光明啦吼。啊！同归，君在灵山。就几分钟时间啦吼，哦，甲咱的啊道亲感恩，啊过来就是咧讲慈莲毕生讲的香品香品啦吼，广告一个吼，这嘛算广告啦吼，啊香品香香款素茶贡吧，小盘香普灵灯啦吼，啊虫草王山高宝牛樟芝，也就是讲咱有咧食吼，啊印加果油吼，佮有益生菌啦吼。啊，他都有人咧问讲，哦，恁的益生菌正经好用，啊，但是若要寄出去国外，敢会使寄吼？这我都唔知啊啦吼。伊讲吼，啊，都囡仔都拢去伫国外，啊，都有炸几下鸭贵，啊，食了足好个，啊，起码敢会使寄过国外，啊，就要问看看啦吼。啊，咱的这个吼、
多美千玉生进，是很棒的。过来就是在讲到咱的观世力啦，慈天观世力，吼，啊，咱平常时啊配合咱的印加果油，吼，都很好，吼，只要讲早时啊，咱就饭后甲食两粒，啊，食一阵啊，你就感觉讲，眼睛，吼，真的有，咱的这个叶黄素吼，甲补充吼，真正有感觉吼，比以前加足好。继续清吼，啊，这种目睭这两眼都敢那日月同款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咱即马时阵哦，足济吼，拢食这个吼，咱讲钱的行的物件真哩济吼，啊，食拢要搁食凉的吼，凉的甲灌落落，感觉好心凉，鼻口开足好，但是咱唔知迄个伊会加迄个吼油呢吼，啊，加用用都伫咱拢卡卡伫咱的血管，卡卡伫咱的血壁。啊，你这吼你甲看，买吼心肌阻塞啦吼，啊是讲胸胸怎啊喘气喘袂起，啊是讲阿妈棍筋安尼硬扁扁这种的，你着一工吼早暗甲蛋两粒吼，迄、个印加果油吼，啊你若讲较严重甲。早暗三粒印加果油，甲清清的垃圾，甲清清的啦吼。啊，腹肚嘛袂安尼肥油肥甲安尼圆圆安尼吼。啊，咱定咧讲吼，咱爱食是一个口感吼，感觉讲好安尼真诶吼，佮淋一挂胡椒呢，真好食，食落甲着真香。但是油卡掉咧，食落了后吼，可乐佮甲啉落，伊就怎啊加掉咧啊？吼，加掉伊就拢走滴只血管血壁。所以我讲吼，印加果油是清道夫，它会把你的吼，咱讲过滤的这个血筋呐吼，啊血壁袂卡一挂血油血袋，吼、哦、这垃圾这吼、哦、这阿摆较免去更增筋啊啦，阿嘛较袂讲吼，阿妈滚筋啊，不管是都爱摕一样物件来买买咧，啊无就去用捏捏咧安尼，啊那无你就捏几工，你就爱搁捏，吼、哦、对就是安怎，因为吼、哦、咱讲吼。血筋未通透的时阵，你会感觉那阿妈筋筋会足硬的，然后过来就是讲哦，目睭先爱顾，因为目睭顾就是咧讲，甲补充营养啦，补充个叶黄素，最主要就是咱呢食愈济会，啊，尤其是少年人足爱看吼、哦、网络，吼、哦、啊，平常时咱咧上班，即马上班无网络，根本就不会上班，所有的一切都记在网络的吼，内底面的记忆卡内底面，那要爱个点点出来就好啊。所以咱两类目睭呢吼，一定拢爱用伫个遐啊，所以损失会足大个。少年囡仔损失嘛足大个，吼目睭呐损失足大个，以后后壁吼，吼咱讲定咧看眼科就真费气啊吼。平常时啊，因家个又较减呢吼，佮减吼食者吼，慈天观世力还是焦点。都很好啦吼，因为这有多哦，很多方面的叶黄素补充咱的吼眼视神经的这个吼，人讲通透过来就是啥啊，拄当阿你食的时候有一点点反应，会反应的物件才是吼，人讲会让你反应，就是表示有咧惊，有咧惊去啊吼，所以那食一罐啊过，第二罐你就会感觉讲哎，甲你按赞啦吼，所以吼咱。啊，孙兄叔，这如果那是需要吼，要想来介绍的吼，香油款素茶贡吧，小盘香普灵灯，也是我咧讲的这物件，你感觉食了袂歹吼，真甲你蜂胶牙膏洗了袂歹，好你咪用了袂歹，或者是讲啊，咱哦，咱有得用的物件啦，包括你只要有介绍过的物件。哦、绝对是好用的东西啦、哦、来有需要服务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那今日的节目呢，吼，都进行来到尾声啦，吼，啊，梅香过来甲咱的道亲呢，吼，啊，都好插一个几分钟的广告啦，吼。如果那是有需要加上服务啦，吼，啊，咱讲香油款速茶贡吧，小盘香普林灯啦，吼，啊，咱从茶王山高宝，咱直接卡电话啦，5916045。明仔载就是啊，咱讲再是去考的形象表，第二考就是吼，啊，要甲母牛接受啦，吼，连续两天天呢。吼、哦，咱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，无论是啊，道祖的保产吼、哦，啊，咱的母娘的保产吼、哦，啊，即所有神佛的保产，咱拢会成相啦吼。等于嘛是等发挥其中啦，五工拆做两吼、哦，咱讲尾啊，27、28、29三工是做超度的，做地缘的工课。啊，即摆吼是17、18是做天缘的工课。啊，所以咱若有倒来吼、哦，要甲母娘接受啊，好啦，要倒来吼，道上讲啊，好都可以啦，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的道亲啦吼。啊，有倒来慈天必胜宫，啊，咱来咱就距离甲分开一下。搁一样就是吼、哦，咱讲口罩一定要戴。
吼、哦，啊来呢吼、哦，咱讲拜拜团拜了后，人数了较侪，咱就小轮讲一下，小轮讲一下吼、哦，所以直接跟报告一下吼、哦，啊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吼、哦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